垂直解引啊，这个解引对我们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临命终时生死关头啊，是最难对付的。前六是昏迷，不起作用；第八是阿那耶识的业力种子翻滚。这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王不能发号施令，昏臣啊，乱臣贼子全都起来了，是这么一个局面。在这个局面当中，一般都不能做主宰，很快就进入中阴身，中阴身又执着中阴身的真实飘荡状态，要寻找一种生命的载体，那就看哪个业力最重，哪个力量就牵到哪一道里面去。所以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别说一般的悠悠凡夫，就是大修行人在这个关头都很难有主宰呀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就是一些大修行临命终时可能都处在昏沉状态啊，稀里糊涂啊。印祖文昌讲有一个显因比丘啊，修密宗啊，到日本也修行，是地贤老法师的徒弟，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啊。本来如果涵养深，真是佛门龙象，就是成为大阿舍离，跟人家灌顶都能寄生成佛的这个称号，结果25岁得病了，在上海居士林，大家帮他助念，然后据说一直是昏沉状态离开这个世间的。印祖常常举这个例子啊，这就是靠智力呀、不能相信阿弥陀佛的结果呀、还真不如一个渔夫临命终时临临不畏蒙佛结引内向昭著来得殊胜了。所以生死关头这个时候，你说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坐断生死，我不知道有不有这样的大修行人，即便有可能也是极少数，大部分人都是昏迷颠倒散乱惊慌失措的。所以我们要深刻体会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必定用必定，由于他已发的这个愿，他一定是要兑现的，所以一定是垂下他的大慈悲心前来接引，另生西方。不是说我有能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说这个地球上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令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离开阿弥陀佛慈悲愿力，将一筹莫展，将在轮回当中绝对出不去别说是念力凡夫，你就是断见识惑的阿罗汉，如果你不发愿，你也不能去。